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带领我们，又能够在这疫情仍然严峻当中，在线上来做真理信仰互相的提醒跟勉励。在星期三我们跟大家从疫情当中来思考学习疫情中的智者所以我们在那一次的单元当中，我们看到懂得把握时间的、不浪费时间的，他往往在看起来重重困难当中、非常严峻的疫情里面，没有想到是他的一个潜心学习，好像那个根、树这个种子，在看不见的地底下，在那边努力的积蓄能量准备要破茧而出破土而出。所以我们在上一次有刚好手边有这样的资料当中就有牛顿这么伟大的一个物理学之父、科学之父在疫情当中他没有浪费时间，他反而在这个时间当中发明了对我们人类文明土木工程、地学甚至天文学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这个都是大家在资料上面都可以很容易去取得的大家有空可以自己去看。那今天我们要继续从这相关的单元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思考也查考疫情中的仁者因为我们一般认为智仁勇是人一个成功而且他的人格方面可以被肯定有价值的一个表现。那疫情中的仁者，仁就是仁爱的人有这种会顾及到别人的痛苦，别人在患难中的这种痛苦需求这个叫做仁者有爱心有仁爱的心。那我们首先来看民数记，民数记的十六章，民数记的十六章，民数记十六章的四十一节，民数记十六章的四十一节，我们看到四十八节，在旧约圣经一百八十六页。十六章四十一节，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四十二节，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四十三节，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四十四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四十五节。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伏伏于地。四十六节，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地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四十七节，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四十八节，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这一段是延续我们在上上个单元，就是从圣经中
神让我们看到，不管在哪里，只要出于人的血气，出于人的嫉妒，那可能就是会有一个这样一个不好的集团出现，就是十六章这里讲到的可拉党的叛逆。我们也谈过哈，也提到，这是摩西在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当中，可以说面临极大的一个挑战。以我们一个领导者来讲，或者国家，就是一个发生了领导上或者执政上的极大的危机，啊，极有可能被推翻倒台，啊，就下台，啊，这个是我们在各个国家，啊，不管是国内国外，古今中外啊，这个只要有人的地方啊，出于嫉妒了或者其他原因，啊，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到的现象，啊，所以在这么大的患难当中，摩西跟亚伦，他们自身，啊，也有很可能这一次不但倒台，可能也会被百姓啊杀死，啊，都有可能，因为暴动啊，这个力量啊，是有时候很难去预测，也很难去想象，就跟失火一样，啊，烧到哪里会烧死谁，不知道，啊，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神除了惩罚可拉党这个集团的人，圣经在民数记十六章的三十一到这个三十六节，这里有讲到神直接把他们所占的这个地啊裂开，他们就活活的被吞灭，也从会中灭亡。那除了可拉党受到神的刑罚之外啊，因为连带的被迷惑的，被这个党所影响所迷惑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啊，他们这个时候他们还看不清楚，也可以说在这个疫情当中，在这个患难中，他们没有办法拿出一个智慧的眼光来，他们还是看不清楚，所以他们没有资格被称为患难中的智者，他们看不出，因为他们看不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继续在四十一节我们刚才所看的以色列全会众，他们继续向摩西跟亚伦发怨言，甚至四十二节还要聚集攻击，哇，摩西亚伦何等孤单，这一个兄弟啊，就在好像在浪口上面呢，在风浪的顶端，随时可能被这一次的风浪啊所吞灭。好在神是公义的神，神绝对不会让他的仆人呢，就活活的啊这样受到一个不合理的一个对待。所以这时候神的公义就显现出来。圣经四十二节说，当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不料有云彩出现，遮盖了耶和华，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看到这个现象，他们就知道神显现了，耶和华有话要说了，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你们赶快离开这个会众，因为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呢，是关于存亡之间，我要在转眼之间，这个转眼的意思就是一眨眼，就是形容很快，这些人就会看不到了，他们就要被我灭绝了。这个当中，我们如果想想看，如果摩西把这些攻击他的没有正当的理由以我们现在来讲纯粹是攻击跟抹黑我们现在的最常用的话抹黑
黑白不分啊。啊，如果摩西亚伦有把这些百姓当成是敌人的话，我相信呢，照一般人的一种好像是对付敌人的那种心态啊，心里可能会暗自高兴，或许不敢那么明显的表现在脸上，但是心中点果然真的有神，哇，我的冤情啊，我刚才的羞辱啊，我刚才的危机，神要帮我出头了。好啊，这个时候啊，这个神出手啊，真的是恰到这个来的正是时候啊。心里想说，好，赶快哦，让他们啊赶快消灭，免得以后啊一直在那边扯后腿，攻击啦，谩骂啦，哇，真的很头痛很烦啊。哎，大概我们有一个做这样的一个人性上的叙述啊。但是如果摩西亚伦他是这样的反应，他就不配称为在这疫情当中啊，在患难当中的忍者，他就没有资格了。或许他可以这个痛痛快快的得到一个报酬，可是这个忍者跟他就无关了啊。圣经里面对他的一个价值啊评价，忍者跟他就没有关系了。但是我们看到摩西亚人真的不愧，再怎么样还是我们所佩服要学习的在患难中的忍者。因为他们的表现啊，我们看到他们两人就伏伏在地，哇，就是要祈求的意思。当在伏伏在地的时候，摩西永远是反应最快的那一位。在每一个患难当中，我们看到摩西的反应永远是比他哥哥亚伦来得快啊。这时候摩西在伏伏在地当中发现情况不对，因为他发现啊，神真的是动作非常快如闪电啊，就看到从神那边有瘟疫啊，从神的愤怒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所以摩西马上告诉亚伦，他说，拿着你的香炉，赶快把坛上的火盛在当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赶快。因为神已经在纪念，神已经在数算以色列百姓啊，发怨言啊，不信任神的这个罪，赶快带着香炉为他们赎罪啊。所以亚伦啊，他马上照着摩西所说的话做了刚才所说的动作。或许那些动作啊，可能再快可能也要五六分钟了哈。我没有做过旧约的祭司，我也不知道大概要多久，大概应该来讲一般常理大概是五六分钟啊，再快的话也是这样。所以这五六当中一出来一看不得了，当亚伦照着摩西的话把香炉拿出来跑到会众的时候，哇，已经是有点来不及了。哦，这个瘟疫的发作哦，真的是我们说说时迟那时快，一转眼之间呢，很多人已经倒下了。那这一次在瘟疫当中倒下的这么短的时间，我们说几秒或者几分钟而已，那49节说遭瘟疫死的这么短的时间就有多少？14700人。这个是什么瘟疫我也不知道，怎么有这么快的？我自己如果要给它起名字啊，我可能要把它起叫做闪电瘟疫，快如闪电的瘟疫。哇，这个如果真的有的话哈，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讲啊，绝对比什么秘鲁回来的啦、印度啦、什么变种啦、那个什么更很强的啦、超什么魔王什么瘟疫啊。这个媒体啊，我会起名字啊，我看啊，这个都比不上，你什么贝尔塔，什么塔的瘟疫来比哦，比不上，绝对比不上这里的闪电型的瘟疫。因为为什么我称它为我自己称的啦？圣经没有这样写，因为太快了。你看一转眼之间，
摩西已经反应够快了，然后亚伦赶快去装，他一定是不敢慢慢装，一定也是这个三步当成两步，赶快出来。已经有14700人倒在那边了，而且是无药可救，什么要送去重症病房呢？没有，这个都没有了，不必了，已经倒在那边了。但是这个当中，本来这个疫情照这样来看啊，遭瘟疫时的原本应该不止14700人，应该会更多。但是好在啊，这里摩西跟亚伦，圣经说，他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哎，这句话圣经写的真的是很传神。这个就是好像什么啊，摩西跟亚伦啊，这里圣经啊以亚伦做代表哈。为什么？因为他是大祭司，哦，大祭司才可以拿这个香炉啊，这个是他平常我们说他常做的一个事情啊，献祭啦等等啊。所以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意思就是什么？摩西跟亚伦啊，站在生死之间，人的一生当中，有什么比生跟死更重要？没有了。人生最大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生，一个就是死啊。有生才会站在世上，那死呢才会离开世上，何等大的两件事情！那摩西亚伦就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他在活人跟死人中间，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就是拿着香炉。那到底拿着香炉代表又是什么？其实我们查考启示录之后，我们发现原来这个香炉啊，有极大的一个意义，有很大的意思在当中。我们来看这个香炉代表的是什么。我们看启示录的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啊，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在新约圣经360页，新约圣经360页，六章的八节，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啊。我们看到这边启示录一样，这个有看到盛满了香的金炉。那个到底这个盛满了香的金炉，这个香炉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弄不清楚啊，我们还以为说，原来我们跟外面拜偶像的差不多嘛。你看那个外面各庙哦，里面呢，都是那个烧香啊，烧香的那个香炉啊，一个一个那么大在那边，早晚三炷香，再拜一拜，然后插香插在那边，如果我们弄不清楚，我们会以为啊，都一样嘛，他们有这个香炉啊，你看什么北港什么庙什么那个妈祖什么庙什么都有，万华什么庙都有。但是其实不一样，这边的香其实就是指什么？我们看圣经他自己的解释，我们自己不要乱去解释啊。这里说这香就是什么呢？众圣徒的祈祷啦，等于共祈祷啊，就是祈祷啦。所以我们看到看回来民数记这里讲的，原来这里就是摩西跟亚伦他们站在死人跟活人中间代求啊，他们原来就是在那边代祷，代祷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摩西跟亚伦在疫情当中，在患难当中，他们在这里扮演了一个患难中的忍者啊，患难中的忍者。而且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他很看重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人，在遭遇到患难的时候，很多人在患难的时候，有没有人在当中来为这些遭患难的人来做代求？他
一直在看，如果没有，神会很诧异，就是很稀奇。他说：“怎么可能会没有？这个太离谱了，怎么连一个人都没有为这个事情代求呢？”啊，不行不行！好，我们来看圣经以赛亚书。啊，我们看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五十九章，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的十六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六节，在旧约圣经八百七十一页，旧约圣经八百七十一页，五十九章十六节哈，应该是从十五节开始哈，啊，不过我们就照圣经的那个行数来念好了。那时哈，这个应该算是十五节哈，啊，不过我们就念那个行数哈。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十六节，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哇，我们看到，你看，原来神在至高之处，那么远的地方，我们想说他到底在看什么？原来他就是在看这个。当然，神也知道谁正在遭遇到患难，包括我们现在全球，包括我们台湾。还笼罩在非常严重的疫情这个患难当中，神也知道啊，哦，因为也有神的旨意啊。但是神更要看的是什么？他看的当中有没有人来拯救，有更重要，有没有人代求，有没有人。结果他发现那个时代，以赛亚那个时代，以色列百姓，他说怎么会这么严重呢？哪怕一两个，最起码应该会有一两个艺人，或者十几二十个，像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啊，像亚伯拉罕，他也是为索多玛、厄摩拉城来代求啊，啊，对不对？哦，只是那时候的艺人太少了，达不到神的一个最低标准，所以最后啊，索多玛、厄摩拉还是被从天降下的硫磺来烧灭。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赛亚，神也再一次的强调，如果这个世界上在患难中，在疫情中，如果没有人代求，他就会很不高兴。哦，十六节说很不高兴，而且很惊讶，一直说怎么可能，应该不会差这么多。所以甚至呢，他就会用自己的膀臂来施行拯救，以公义来扶持自己。所以神不但是公义的神，更是一个仁爱的神，所以他也希望照着他的形象被造的我们，尤其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基督徒啊，正耶稣教会的信徒，这一点这样来看，也是神认定谁是他的儿女，谁是他的选民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们说啊，那个 mark 啊，有没有那个 mark 啊？这个 mark 就是什么？代求，啊，代求，啊，所以我们这样看呢，啊，代求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仁爱的表现，爱心的表现，尤其在疫情中，尤其在患难中，所以患难中的仁者，所以最主要来讲，就是指代求这个事情方面来讲，当然还有其他，不过最主要的是这个代求。那我们刚才提到了摩西跟亚伦。尤其是摩西，圣经里面呢，啊，在诗篇啊九十九篇第六节啊，讲到摩西，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代求者啊？我们来看诗篇，啊，诗篇的九十九篇，诗篇的九十九篇第六节，诗篇九十九篇的第六节。诗篇九十九篇第六节，在新约圣经七百三十一页，六节，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所以在这里啊，诗篇的作者从圣经所记载的一些这些历史啊，这些事实，他
得到一个结论，这么多会祷告的当中，如果要找代表，我们以我们现在说的祷告的代求的伟人啊，代求者的模范，那在这里圣经第六节说，在祭司里面呢，可以以摩西跟亚伦做代表啊。从刚才我们看到的民数记十六章一点都没有错啊，真的是啊名副其实。那在这个先知当中，哎，这边就提到撒母耳，当然还有其他的啦，啊，但是呢，在神当中，神认定的，如果要选代表，大概就是这三个人，啊，这三个人，啊，在耶利米书十五章第一节那边也有讲到类似的，啊，那我们你们自己就去看，啊，我们从摩西的身上啊，真的可以看到。他真的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代求者，难怪诗篇会这样子来给他做一个注解啊。为了要更清楚的，我们看几个摩西在这方面的表现，好让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学习啊。那出埃及记，我们看出埃及记的三十二章啊，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的十一节。出埃及记的三十二章的十一节，啊，九节开始到十一节，啊，三十二章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十节，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十一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跟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仁者就是没有话讲。如果摩西这时候有私心，哇，他一定心中啊一阵欢喜，哇，神应该不会开玩笑啊，神哦，尤其在这么生气当中，一定是啊他的公义。他刚才说了，他说哦要把这些印着景象的哦，这些捣蛋的，以我们现在来讲，捣蛋的这些百姓啊，印着景象的百姓，把他扫灭绝，然后呢，让我的后裔，我这个系统啊，成为大国，哇，这个不得了哎！那这样我就变成大国的祖先呢，啊，大国的祖先呢，类似啊，始祖或者国父啊，哇，不得了啊，哇，那我就可以扬名立万了。哇，摩西如果是有私心的，不够仁爱，他大概啊可能会这样想。可是我们看到，仁者就是仁者，一个伟大的代求者绝对错不了。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十一节，摩西就恳求耶和华神说：“神啊，你为什么对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跟大能手从埃及领出来的。”啊，他好像有一点在提醒神说，你真正的目的不要忘记了。换句话说，他宁可不要让他的系统，他的后裔啊成为大国，他要的是大家，他不要他自己成为大国，他不要他自己好，他认为自己好那个没有意思，那个格局太小了。什么叫做大的格局？什么叫大的好？大家好我才会好。你看仁者，难怪我们会有一句话说仁者无敌，大概跟这个可能有关系。那句话不是我编的，这个我们都听过，仁者无敌。为什么一个仁爱之心的人他没有敌人？因为他要的是一个大格局，他不是要他自己，他要的是大家好，他才会真正的好。这个仁者就是这样。好，那感谢主啊，我们看到摩西这样的表现啊，在疫情中为百姓来恳求跟哀求，还有很多我们自己可以去看。那看过这些圣经的记载之后啊，传道啊，小弟我也就有感而发，在这疫情当中啊，尤其进入第三级啊，我看我们南坎教会还有其他教会应该也是一样，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在线上来做，我们没有办法在
会堂里面做实体的聚会，但是我看大家在网络在这个 LINE 里面还有一些的留言啊，我看到我们真的在疫情当中，在这个患难当中，很多人真的默默的在扮演这个仁者，仁爱的代求者，有仁爱之心的代求者，比如说在我们南崁教会，在五月底，进入，应该是三级防疫的当中，刚好啊，我们也有一位同龄，就是我们可以说南崁教会最年长的刘明先老弟兄，97岁，在这个疫情当中啊，刚好就蒙主恩召，安息在主的怀抱里面。那因为疫情当中，大家没有办法在会堂里面来举办丧礼，只能在不违背政府最底线的一个限制之下，在殡仪馆跟家属也只有简单的几个人因为这个受到很严格的限制不然会被处罚所以办了一个比较匆忙也比较简单的一个丧礼。不过我这样看大家虽然没有办法跟家属刘姐妹他们来做当面的见面或者是安慰，但是我看我们的 LINE 里面大家都很自然的都为这件事情带到，所以我也感受到感觉到刘老弟兄他们的家属也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有人在当中在这个生死之间扮演了一个仁爱的仁者的代求者。那再来这几天应该就是昨天我们听到的一个消息大家都很震撼在我要前天我要睡觉的时候我看到那个 LINE 说在彰化火车站前面有一个防疫旅馆侨友大楼侨友防疫旅馆失火所以里面很多大家请帮忙带祷，因为不但帮这个里面的受困的这些被住在里面的检疫人员就是被关在里面不是关了就是住在里面的防疫旅馆的这些住客那当中有一个是我们的传道者他跟我一样泰雅族，就是我们在四月灵恩布道会来协助的陈建中传道他的弟弟，他们家里两个兄弟当传道神很爱他们，所以这陈建光传道他是因为刚完成在泰国的他在泰北泰国北边那边的圣宫那准备要回来然后另外一个要去接所以他是在泰国传福音开拓或者牧养，在国外不比在国内很多地方不方便，而且更难得的因为他的传道娘也是一个护士护理人员也想说早一点退休陪着自己的先生陪着陈传道一起在那边做圣工所以他们就一起在那边做了一段时间的圣工要回来了，依照法令他必须要住在防疫旅馆，那没有想到那一次侨友大楼发生火灾，那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火灾而且又在火车站附近一个都市一个市区，也不是在深山救护车什么的应该很多救火救了8-9个小时才把它灭掉偏偏又不能跑，所以这个部分大家或许都知道一些细节问题，所以当我要睡觉之前看到了，那我就
因为睡觉前我们都会祷告，那我也在祷告中来向神祷告说，神啊，你的仆人现在遭遇到患难，你自己知道要怎么救他。我坦白来说，我当时的想法，我是真的很单纯认为说，这个没有问题的，神的仆人，神怎么不会救呢？所以我就很放心的就睡下去了。早上起来一看，说已经没有救了，这个烟被烟呛到，没有救了，已经安息了。我不敢相信，我说怎么会这样？这个好像一时间接不到，我们都帮他祷告，很多人都在帮他祷告。那神让一个他的仆人从泰国回来，就用这样的方式就离开了。我身为一个传道，将心比心，我跟他也有不错的交情，因为是好同工，我一下子之间不能理解，那个眼泪一直在眼眶中一直打转，真的就痛下眼泪来。我说，神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难道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代求还不够吗？你为什么要让你的仆人就这样走了？但是后来啊，看到陈传道、传道娘吴以林姐妹，她的爸爸也是我们教会的老传道，也是一个很忠心的仆人，真的是也是小弟的一个很好的前辈，这个传道娘的爸爸叫做吴清顺传道，很忠心的一个仆人。结果他在赖里面就回了，他说，哈利路亚，昨天惊吓大家了，见光传道安息主怀，我内心虽然哀痛，却感到安慰，蒙神安排夫妻能一同去泰国做圣工，日夜相处为做主工，有不足之处求主赦免，也感谢总会传道长慈济，许多弟兄姐妹代祷求主纪念，这都是神早已命定的，更何况我还觉得去泰国是我们夫妻俩最同心同行的时光，恳求统领继续为我们家人代祷。我看到这我心里就豁然开朗，我说我们的代祷原来是有效，因为神要怎么样让他的仆人来下这个祭坛，下这个工作的长台，有上就有下，有上台就有下台，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甚至后来我很佩服也很感谢神，因为这个陈传道啊，他等于是为圣工牺牲，为圣工牺牲，他不是去玩，不是去巴厘岛或者去哪里回来这个住防疫旅馆，他是做圣工回来，防疫旅馆完毕这个期满，他还要继续，总会原本还要继续给他还有圣工，但是神说好，你到这里就好了，可以的，我已经接受到了，你可以休息了，也就是启示录我们常常讲的，你可以习人的劳苦，你所做的工一定随着你。再加上看到传道娘这样的一个回应真的不愧是一个很忠心的传道的女儿，自己的爸爸也是一个忠心的传道人，神的仆人，自己的先生也是一个很忠心的，所以在赖里面你们大概可以看到，或者 FB 里面多少的信徒在怀念这位陈建宗传道，陈建光传道，怀念他的谦卑，他的谦和，他的忠心，所以我们看到传道娘这样回应我深深感觉到这个就是我们的代求，因为我们这么多人的代求点点滴滴虽然我们每一个人代求很或许只是像一个萤火虫的一点点的光而已，可是我们这些光全部结合在一起比日光灯还亮，照亮的传道娘心中原本很忧愁很伤心
黑暗的心，啊，灰色的心，他看到了我们的爱心。所以难怪在圣经里面呢，一直强调，啊，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尤其在患难当中，这个代求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少，啊，绝对不能少。我们来看圣经，雅各书啊第五章，雅各书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五章，第五章的十六节。雅各书五章的十六节，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这样看，从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以赛亚书，神一直在看有没有人在代求，没有他就很紧张，甚至他会生气，你们不求我自己下来，你们不伸张公义我自己下来。那到了新约圣经，雅各长老他知道基督的心，所以他在这里他说，你们要彼此认罪，就是彼此接纳，彼此饶恕，不是彼此攻击，不是彼此谩骂，像当年的可拉党对摩西亚伦。但是纵然如此也要互相代求，因为这个代求可以让我们得到医治，医治就是帮助，不见得是只有限于肉体的病的得治，或者这个受伤或者得救，不见得。有时候时间到就是时间到，按着定命生有死，死有时。但是最主要是可以让我们得到医治，医治什么呢？忧伤的心灵。所以借着很多弟兄姐妹的关心跟代求，我们刚才看到了，传道也念了，大家的代求医治了传道娘忧伤的心灵。所以我们不敢讲我们是义人，谁敢讲自己是义人？甚至圣经说这个世界上搞不好没有真正的义人啊。那为什么这里讲说义人的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就是那个仁爱的心，出自内心诚恳的祷告。所以我知道在这疫情当中，虽然没有办法到教会来做实体的敬拜跟聚会，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现在赖也很方便又不用钱又有很多的功能，所以常常有些就自发性的会相约我们为什么事情祷告，几点到几点我们约在什么时间虽然地点不一样，但是同一个时间我们一起为什么事情祷告。我觉得这个自发的它的意义，它的效果胜过教会宣布如果今天教会宣布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南崁教会我们职务会决定请大家一起配合遵守，几点到几点是我们南崁教会的线上祷告会，当然这样的决定也是可以，不是说不好，也是可以。但是如果是大家自发性的，那个就按赞了，那个就又不一样了。因为自动自发有自觉，那个仁爱的心自己把它点燃起来的，不是别人帮你点如果自己点燃的那个真的是很有价值，如果别人帮你点的那是被动的，也有价值，但是可能就没有那么大。所以盼望在这个疫情当中，在这患难当中，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但要当患难中的智者，更要当患难中的仁者，因为神在看这样的人有没有。我相信在我们南崁教会不但有，应该是不少的，我深信所以在这疫情当中，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个身份，我们是仁者仁爱的代求者所以在待会的祷告中，我们要继续帮助陈建光传道的家属，因为现在这个遗体已经带回他们的山上他们在达官这个山上里面所以又是在疫情当中，又没有办法去关心所以自己只有自己的家人并且他还有两位年纪
很长的八十几岁快九十岁的这个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但是我对他们的父母亲我很有信心，他们是很虔诚的长辈啊，是老信徒，主耶稣也一定会安慰他们，这个是我们相信的，但是我们要帮助他们祷告。那我们现在就来唱。